了，什么也没了。大嫂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，都怪我不对，我不好，我自作主张收留了修叔住在家里，我没跟你说。你害得我把脸都丢尽了。川嫂啊，这也不能怪十一哥，其实我早点出生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。是，人家都解释了，这都误会吗？算了，什么算了？你是我老公啊，你老婆我让人看见了全裸，你还替人家说好话。川嫂，我也不是存心的。你少跟我装蒜，你开心了，你盼到了。我盼到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其实你第一次来动物园啊，你就已经看中我了。是你以为吧？其实你一直垂涎我的美色，所以你跟你的外甥女故意吵架，然后呢就找借口来我家，想得到我吗？你如愿以偿了。如愿以偿？你看看，你看你这副德行啊，你回味无穷了。你我回味无穷？哎呀，那真是很难说了。谁让我长得天使的脸孔，魔鬼的身材，丰满的上围，黄蜂腰，蟑螂肚，古铜色的肌肤，浑圆结实的臀部，真是很令人遐想的。够了，真是天地不容啊！你是不是替我布置啊？我得休说布置啊！你在提起你摸我的脸孔、天使身材的时候，不禁让我想起了上一次我看着你全裸的惨痛回忆，说着我有点反胃，我反胃。哎呀，本来这个老姨已经慢慢康复了嘛，可是想不到现在又再一次的让你给引出来了。哎，我的脑海里又再次重演当日恐怖的画面了。哎呀，我不行，我要躲。自顾你要替我做主啊，我要搞这个混蛋，我要搞他赔偿我肉体上、精神上、名誉上的一切损失。是，哎呀，就算表面正功成立啊，不过以你的尊容，我想哪位法官也不会相信呢。啊，不会吧，我有魔鬼的。够了够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嘿，我只看见你的样子我已经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快快快，你看见没有，现在连陪审员都受不了了。所以及时裁定罪名不成立，退庭。哎呀，我川嫂，就当我对不起你了。总而言之，以后我不会再打扰大家了。喂，你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川婶，我看我们还是早点打烊吧。我要上诉！算了，臭婆娘，还不够丢脸呢！哎呀，臭男人，你去哪儿啊？哇！阿兰，你别忘了跟修叔说，是你逼我带你来的啊。行了，十一哥，他在哪儿呢？舅舅，十一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带他来这里？你不要怪十一哥，是我逼他说的。哼，别这样了，舅舅。你看，我熬了你最喜欢喝的人参鸡汤啊。怕我还不上火？啊，不喝汤，那吃饭吧。是梅菜蒸碗鱼，这么多骨头想卡死我啊？还是吃了也不消化？行叔啊，别这样了，阿兰他也是一番心意嘛。你怕我没饭吃啊？啊，哇，很香啊，我可以加入吗？好啊，谢谢。这些东西这么脏，别吃了。是啊，不知多好吃呢，起码有人情味儿啊。我宁喝开心粥，莫吃愁眉饭呢。哎，朋友啊，他是你闺女啊？不认识。路过的，那吃吧。阿兰，算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舅舅的脾气，等他气消了再说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啊。几位，你们这顿的菜单。谢谢。哎呀，牙怎么样啊？我看看，好了没有？没事吧？哇，鲍鱼炒饭，龙虾一面呢，炸子鸡，清蒸大心斑，蟹肉扒石蔬，还有啊，还有红酒呢。哇，这一顿有2888哟。喂，这吃午饭而已，米烧会这么好，请我们吃这么贵的？是啊，公司又没有接大生意，没事庆祝啊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是觉得最近把我们劳役得太厉害，所以请我们吃顿好的。那倒是啊，最近不到7-8点也下不了班，可能真是慰劳我们也说不定啊。对，是啊。真怪呢，
他现在知道我们几个是宝，所以想宁为己用，收买人心呢、是啊，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这顿亏了，这顿吃的太少了。是啊，哎呀，我说呀，我们应该一人一只四头鲍鱼、是啊，还要用鱼翅入口呢。走，我说待会儿等咱胜了之后，按兵不动，逼得夹菜好不好？夹菜、对不起啊。迟到了，无所谓。人都来了吧？是啊。米秀，菜单上面的菜呢，我们不是很喜欢吃。我也知道你们不喜欢吃，部长麻烦你。小姐要什么？帮我写一点菜。哎，我说了，他一定会加菜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给我写几个炒粉面和特价点心，谢谢。哦，好。啊，还有啊，菜单上面的菜呢，全都给我包好了，谢谢。好的。米秀啊，这顿你不是说请我们？是啊。请你们喝茶吗？菜单上面的那些菜呢？那些菜是我自己的。我都说过了，他不会这么好的。我也知道你们最近很辛苦。这样吧，我有个特别任务，如果你们肯帮忙的话，今天呢可以准时下班。哇，真是热得发神经啊！哎，垃圾没人要。请拿走。哎，毛巾、纸内裤、牙膏、牙刷、湿纸巾、消毒液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些东西是新的，这些人新的也让，哼，哎，真是浪费。哎，又是垃圾。不要，请拿走。哎，睡衣、枕头、毛毯，全都是新的。这些睡衣是我平常穿的尺码，还是我平时爱穿的颜色？哎，这么巧啊！哎，怎么这么香啊？也是垃圾，不过很干净、很新鲜，可以吃的。哇，鲍鱼炒饭、龙虾伊面、清蒸大兴斑、炸子鸡。哎呀，还有一瓶红酒啊，加油美酒到处扔，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当叫花子，原来有这么多好东西捡。哎，终于完成任务啊。想不到米歇尔这么疼休书啊。是啊，为了他呢，什么办法都用尽了。哇，真是出钱又出力啊。又是以前的。我跟他卖鞋卖身也肯。我觉得呢，他真的很伟大啊，简直值得歌颂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起码我们帮他演了这出戏，今天可以早点下班了呗。好啊。哎，斯塔，有新电影上演，昨天之前，一会儿去看看。好啊。喂，我们去吃自助餐吧，7点前去有8折，还有燕窝甜品送呢。真的好啊。别玩了，7点了。哎呀，还以为帮了他可以早点下班呢，比平时加班更惨呢。那岂不是看不到5点半？亏了。哇，原来吴修是个金矿。哎，大家随便啊，多加一点。哎，好，你可真够义气啊！有这么多好东西便宜我们，有什么关系？大家都是入伙者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满街都是宝，原来能捡到很多好东西啊！来，来吃吧，吃吧。啊！哇！修哥，你不认得我了？认得，你是川嫂啊？是，上次那件事呢？是个误会。是误会。那你也知道了，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让人家看见全裸，世人都会生气的。不过再一想，你呢也说的对，是个误会。那我就当粉笔字那样擦掉了。是是，擦掉它。对，擦掉它。那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在我家呢？什么？搬去你家住？是啊。那我们石家一直都很欢迎你的，总比你在这里作践自己的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来，走，来。喂，不用了啊，不用了。这里的朋友对我很好，我住得好开心，心领了啊。拜拜，请回吧。那边请。这样啊。那边走。哎呀。
谢小哥哥。那你帮我劝劝他吧。我呢，可惜名花有主了，过分的事呢，我是干不出来的。哎，我跳一场肚皮舞给你们看看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！干什么？拿什么？好，拿起来！哎呀，你干嘛绑着我啊？哎呦，对不起，要做你错了。是，我们不想认老妖怪下。对呀，我问你。那这间房呢，本来是我女儿阿美住的，她现在呢去外国念书，暂时没人住，我替你收拾好了。那过门也是客，随便参观吧，有电视机，本地电话服务，还有茶水、浴袍、拖鞋，还有 room service， 是不是很有酒店的感觉呢？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叫你安心住在这里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尽管直说，这里是五星级酒店服务啊。就怕收费是五星级，千万不要提前伤感情了。怎么说，大家也都赤裸相对了，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知己啊。我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吐了很多次了，没有东西再吐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随便休息啊。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全部都可以满足你的。那来，干什么？坐下，要不要按摩啊？刮痧啊？我都很拿手的。不用，你先出去啊，我有事再叫你。谢谢了啊。算了，反正也是想找块瓦遮头，哎，大不了晚上睡觉多穿两条裤子。哇，这个齐英版的潘金莲真是让人受不了啊！你真接得回来住这么好啊？大嫂，你真的不介意？那你说句老实话，你收多少钱一天？太贵了，我给不起啊。菩萨呢，就报梦告诉我说，叫我行善积德。但是以前做的坏事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这个臭男人，帮你多积点福啊，还这么多废话。大嫂啊，那这里1000块，就算先给你这个月的伙食费，发了工资再给你啊。哼，就这么点儿，够买什么？随便啊。菩萨道我谬，我担保香火不绝。嘿，啊，你这死蚊子，你还不死？哇，小蚊子，要不要这么狠呢？这样了断了他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哦，那你想怎么样的川婶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就像那些连环杀手杀人之前的样子？我撕掉他的翅膀，让他不能飞，再扭断他6条腿，让他不能走，再拔掉他的针，让他不能吸血饿死。哇，真是变态，简直血腥无比。他今天早上还咬过我，我待会儿呢就去鹅颈桥打小人，让他投胎，下辈子还做蚊子。哇，为了一只蚊子也要打小人？喂，会不会有一点无聊，有一点点劳民伤财，外加有一点点点荒谬？这头说梦里观音大士报梦，那头又杀生又打小人，你真是有多少福你也积不了啊。这儿积的福太多了，怕你受不了，行不行啊？我现在去送外卖。哼。哇，哇，你看没看到？当然看见了，送外卖拿这么漂亮的手提包啊，还是 LB 的限量版呢，会不会深圳的 A 货呀？那以我的专业眼光来看呢，它那个绝对是属于正货的系列啊。哇，喂，我早上已经看见那个手提包了，我还以为是莎莎的。哇，这么贵哪舍得买啊？哇，要10000多，到底是川婶发财了还是川叔你买的？啊，臭婆娘忘了拿交叉了，我快给她送过去。喂，小兄弟，是上学还是上班啊？淫妇！臭婆娘，你也算对得起我了，比那些小丫头还下贱，为了名牌手提包啊，她出来做的记性。
喂，大叔大叔，不用这么着急，先坐下喘口气。想找什么样的小姐啊？我找刚进来的那个。哪个啊？那他倒拔自美，反白眼，耳后见腮，朝天鼻，棱角嘴啊！他背部比胸部大啊，腰比屁股粗的那个啊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种货色。没有，我自己找，丑婆娘！喂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你对得起我？干什么要找这么恐怖的地方来见面呢？你没看过港产片吗？通常啊，跟线人会面的地方当然是很秘密的啦。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？哎，有没有带窃听器啊？喂，不用这么认真吧？哼，算你还老实。那，给你看账单啊。我呢，只收现钞，不收信用卡，还是不找钱的。洗衣费300元，本地电话38分钟400元，有料放送，皆大欢笑，5级500元。Oh my god， 矿泉水10瓶。600元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当然要收五星级酒店的费用啦。你舅舅修书啊，不知道住得多舒服，还有人服侍呢，你也是想他开心吗？多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随便吧，只要他住得舒服就好，我再多给点钱也可以。哇，真的？那谢谢，8800块。好了好了，10000元不用找了。帮我买这个牌子的高钙脱脂奶粉，年纪大了需要补充钙质啊。好，我一定会买给他的，我还亲自给他冲啊。你真孝顺啊，修叔啊，他真有福。总之他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马上通知我，他需要什么你就提供给他，我会负责开支啊。好，哎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喂，臭男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臭婆娘，骗这么多钱，你想怎么花呀？还钱。还什么钱？5/5账子吧。不给。你是不是不给啊？我就告诉修叔啊，他知道米修花那么多钱养他，他一定不干的，到时候大家一拍两散。喂，这么狠毒你也想得出来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绝你也。快点。那这就对了。喂，数目不对，还差几百啊？这几百啊，是米歇尔叫我买高钙脱脂奶粉给秀叔喝的。这么大人了还喝呢？哎，贵家伙，美国货，听说啊，喝了之后呢，就不会骨质疏松了。要不要下这么重的本呢？你想什么呀，臭婆娘？那你想什么呢，臭男人？哇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幸好沙姐跟慈姑去仇深还没回来呢。大人做事，小孩子别管，干活。干活。哎呀，找了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假奶粉，怎么办？谁让这里是香港呢？药房啊、超市啊都不会卖假货的。哎呀，那上哪儿这个找到便宜的奶粉呢？哼，恐怕要坐火车北上才会有。哎呀，交通费多了，成本高了。要不怎么办？在你面前掉下来2罐，好不好？这个根本是假货，我说了让你不要贪便宜。人家都说去深圳买奶粉便宜吗？谁知道会是假的？扔掉它算了，免得宝宝喝坏了身体。听说喝了这些奶粉头会大，营养不良，长大了说话也不清楚的。哎呀，那不要。哎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哎呀，果然在面前掉下2罐。怕不怕？婴孩才怕呢，大人啊，抵抗力强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就没事了。是啊。哎，还知道我常喝这种奶粉，果然是五星级服务啊。味道这么怪呀、啊？哎，高档货，你喝不惯。那倒是，真是长这么大了也没喝过这么贵的奶粉。我们也一把年纪了，也要多增加一点钙了啊。那倒是，哎，不如我们再多喝点补补吧。你说的，臭男人。来，先喝。
们是不是按章工作想加工资啊？不像啊，像叶孤城、西门吹雪、紫禁之巅比武的慢动作版呢。麻烦你两颗早餐冰，要冰奶茶。知道。大姐，三杯热奶茶，麻烦你快一点啊，谢谢。哦，臭男人，快一点，差一杯热奶茶。我已经是最快了，臭婆娘。早早早早早，哎，叔叔，哎，早晨，哎，为什么他比我们机灵啊？是啊，不妥的那个应该是他。我明明换了奶粉了。换奶粉的那个应该是我。天使的脸孔，魔鬼的身材，丰满的上围，我黄蜂药，我想说黄蜂药那几句，黄蜂药，蟑螂毒，古铜色的厨，古铜色的厨房，古铜色的丰满的上围，蟑螂腰。蟑螂没有腰的，黄蜂腰，蟑螂的肚。行了行了，这次不会错了。